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814面，814页，第三行最后一句。菩萨道者，圆满自利利他而成佛果之菩萨大行，即六度，名为菩萨道，亦即菩萨行。这一句离世深广没有边际，修学大乘应该在这上特别留意。菩萨道是自利利他成佛，这就是大道。六度第一个是布施，布施的目的是破根本烦恼，就是悭贪啊，烦恼很多啊。归纳起来呢，不外乎贪嗔痴，这就包括净了。贪嗔痴再归纳呢，就是一个贪字啊，他贪，他都能得到，他就不会发脾气，就不会有嗔恚。贪不到了，贪当中有障碍了，嗔恚心就生起来了，那愚痴也就起来了。所以贪是所有烦恼的根本啊，这个东西就跟大夫治病一样，这是病根，最严重的病根，只要把它治好了，其他的病都好治了，这是要命的病啊！今天社会动乱灾难这么多，实际上就是这个字所造的罪业，叫感召来的啊！佛用布施来对治啊，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烦恼啊，他清净了，有烦恼不清净，不但没有烦恼，啊，清净的善业，自心清净心也没有。啊，佛告诉我们，真心是清净平等觉，就在我们境体上，人人都有啊。这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本性啊，这个心是平等的啊。人为什么会生起贪嗔痴？这三毒啊，三毒是从迷惑里头生的啊，
觉悟里头没有，啊，这个清净心里头没有，平等心也没有，觉心里头也没有。大乘教里头，佛告诉我们，众生最初一念不觉。为什么会有一念不觉？没有原因。啊，所以这桩事情，佛管它叫无始无明。我们初学佛的时候，把这一句话解错了，无始。大概是很久很久之前找不到开始啊，我们想无始是这个意思，解错了，殊不知无始两个字就在眼前，很浅显，无始没有开始，这是真的。说很久很久之前呢，我们能接受，说没有开始，我们不好懂了。所以这是甚深大法，这个意思太深了，真的没开始啊？为什么呢？有始有终，这就是真的事情。没有开始，就根本不承认它的存在。它像什么？所以大乘经上梦幻泡影啊，做梦我们能说它是有开始有结束吗？有开始有结束就是真的，梦是假的啊，根本就没这回事情啊！啊，所以无明叫无始。无始无明啊，现在我们知道了啊，这是科学家发现物质的秘密啊，物质到底是什么，物质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答案搞清楚了。啊，物质是意念波动产生的幻象，这个幻象存在的时间多长呢？啊，只有1600兆分之1秒，你说这有什么意思？1600兆分之1秒，佛称他做无始。对，佛讲的有道理啊。你说他开始，他就灭掉了，他就没有了，这太短了。那这是一个念头，第二个念头不是第一个念头啊，但是也受第一个念头的影响，它确实不是第一个念头啊！真的，这桩事情很像我们以前电影里头用的胶卷啊，底片，底片是幻灯片，幻灯片每一张都不一样，张张都是独立的，这就是说明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啊，它跟前面不相同，但是跟前面一个相似，可以说这种现象相似相虚相，全是假的啊，所有现象啊，《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没有一个例外的。物质现象如是，精神现象也如是，自然现象也如是。所以是佛说万法皆空啊，这是真正把事实真相看出来了。既然是空，你在里面起心动念想控制，想占有啊，想支配，全错了。那什么呢？妄中里头又起虚妄啊！聪明人不走这条路，这一条路是这一条路就是凡夫路，走到十法界，走到六道轮回，走到三途去了啊！这是个错误的路啊！聪明的人，他走回归自信的道路。对于这种现象不理会它，在这个现象里头讲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这是真路，成佛之路。你看不执着就是阿罗汉啊，他有起心动念，他有分别，他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就没有六道轮回，解脱了。解脱要智慧，你没有这个认知，你不肯放下。放下什么？放下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啊。再根利一点呢，不但不执着，分别也不要。我分别了干什么？假的，不是真的啊，清清楚楚是智慧，如如不动是自性本定，就是真心啊。大乘教理上有一句话，真心立念，真心里头没有念头啊。换一句话说，没有念头的时候就真心，有念就是妄心，不管什么念头，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也是妄心啊，但是阿弥陀佛是用念佛做一个手段，你没有办法，你不能没有念头，就叫你执着这一个念头，用一个念头啊，除一切念头，就是代替一切念头，这是一种方法，叫你得到无念啊。先叫你一念，这个方便多了啊。一念成功之后，把这一念打掉，就成了无念了啊。无念真心就现出来了，一念也不得了啊，一念现十宝庄严土，无念现常寂光净土。这个方法妙极了，高明极了啊！这么一个方法就是人人都能修，前面跟诸位说过，人人都能在一生当中往生十宝庄严土，上上品往生，人人都有资格。纵然是无逆十恶回谤正法都可以，理上都讲得通啊。理上说你本来是佛，只不过是迷惑造这罪业，罪业是假的，罪业是空的，所以能够一时顿断啊。在中国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榜样，一念当中
统统放下了。啊，也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大乘经教里常讲的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立刻就断了。他为什么没有？全是假的。一般人为什么不那么难断？他认为有，这就难了。啊，认为有就不容易断了。你知道它是空的，就很容易断。啊，我们也把这个当真了，没有以为它是空的。今天要不是量子力学家帮助我们，我们了解事实真相的，了解佛所说的是这一桩事情。啊，在以前无法理解，佛是讲得很清楚，就是听不懂。啊，天天研究，越研究 越糟糕，研究一辈子还是不懂。啊，对于这个东西搞不懂，这个信心生不起来，一念净心生不出来呀。都搞明白了，这一下放下，一念净心生起来了。啊，一念净心就是一念真心。啊，所以布施就是放下。啊，什么都要放下。念佛法也都要放下。佛法我们要它，不执着它，不分别它。啊，对它也不起心动念。啊，一切法都用这样的心态，这就是菩萨大行。啊，这个就是菩提心，行菩萨道，行菩萨行。啊，这个是大菩萨，啊，地上菩萨了。原教三贤也如这个地位了。啊，别教的三贤真有烦恼没断，原教三贤烦恼全断了，无始无明都断了，剩下来的习气，习气断不了啊，都要时间。啊，可是念佛这种方法，佛号的功德是从自信流出来的。啊，现在我们逐渐逐渐把极乐世界越搞越清楚。啊，整个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自信，自信跟我们一样。但是他有四十八愿，这个我们没有。啊，自信跟愿力再加上无量劫的修持，啊，修持就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这些功德了之所成就啊，他所修的一切功德了，他不为自己，都回向给法
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啊，他眼目当中的苦难众生，包括等觉菩萨啊。等觉菩萨有什么苦难？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没断，他入不了常寂光。等觉菩萨的苦就是这个，其他的没有，回不了常寂光啊。这一品无明习气断掉了，十报庄严土就像梦境一样没有了，他从十报庄严土醒过来了啊。醒过来是什么世界？就是常寂光。这醒过来回归常寂光了，这究竟圆满，这叫成佛了啊。华严经叫妙觉如来啊。等觉还是菩萨啊，这个越来越清楚。好啊，有利于我们放下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日子就好过了，知道烦恼全是从迷惑颠倒里头错用了心啊，因为错才有灾难啊，才有这么多苦果，悟了之后真的离苦得乐啊，灾难化解了。在这个世间我们的灾难化解了，众生灾难没化解啊，这就是别业没问题了，共业啊，共业我们要学阿弥陀佛发大慈悲心帮助他们啊，尽心尽力啊，真正有效的帮助就是教学，把这些事实真相讲清楚讲明白，而且我们已经做给他看了，我们做的什么？放下啊，做给他看，他相信了啊。大家都能把恶念放下，恶的行为放下，灾难真的没有了啊。真的要相信境随心转啊，环境物质环境，物质是心变的，念头变的，念头能够控制心，念头能够让物质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本能，因为物质是从念头生，好念头生好物质，恶念头生恶物质，恶物质就是贪嗔痴慢啊。好的物质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这好的物质啊，这是最健康的啊。极乐世界因为有阿弥陀佛天天教诲这些人，没到极乐世界之前，在他方世界由诸佛菩萨教他那根利的，他完全明白道理，往生极乐世界，上辈往生。根性差的，对于事实真相不完全了解，
啊，还有疑惑，但是真正能相信，能愿意生净土，真肯念佛，那就是同居土、方便土里众生。啊，那么另外有一等人，就是我们讲的阿公阿婆。这一等人也不可思议，他虽然什么都不知道，他老实，他不想知道，他觉得没有知道的必要。啊，他就专心念佛，这个专呢，就纯净纯善。啊，他心里头没有一丝毫恶念，啊，根本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他没有。他心，他愿，他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这种人往生的成就，跟上上品相同，啊，也生上上品。那上上品无所不知，没错。到极乐世界，他就无所不知。啊，为什么呢？明心见性了。为什么明心见性呢？我们想想，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五祖讲《金刚经》，我们估计最多也不过两个小时。为什么人家一听经？马上就觉悟了。啊，这些阿公阿婆，他们就是练到那么样的老师，心地清净了，没有杂念了，到那个地方去听佛一两句话就到这了。啊，一般更新的人为什么没有这种能力？是他的妄念太多了，太杂了。疑情太重了。啊，什么都怀疑。那种人他什么都不怀疑。啊，所以老实。听话真干，啊，这种人容易开悟啊！一开悟，智慧就现前，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统统现前。啊，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教。今天科学家、哲学家他们研究所得的成果，他一看一听全明白了。啊，他明白的，他所理解的，超过科学家，超过哲学家。啊，为什么？他是自性里面开悟的，科学家不是的。啊，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不是为别的。明心见性之后，才能够回归自性。这个时候念念不离这个道路，就是回归自性的道路。佛学有个名词叫萨婆若海，啊，这梵语，啊，可以翻成中文意思是一切智海，啊，就是如来所证的一切种子。
啊，所以他只有一条路，一个方向。啊，如来一切智海，他真的圆满，那这就成佛了。啊，究竟圆满佛。啊，弥陀究竟圆满佛，所以他真的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啊，我们今天走这个路，决定有把握，人人走得通啊。所以这桩事情，唐朝善导大师讲得好，四徒三辈九品，从在语言不同。这话讲得好啊，这意思是人人有份呐、啊，就看你遇的什么缘。啊，我们今天的缘属神。啊，这个汇集本汇得太好了。抗战时候成汇集成功的。那么抗战之后社会动乱，他这个本子没有法子流通。啊，我们感谢吕航法师。啊，吕航法师带了几本，啊，他也是夏莲老的学生。啊，送了三本给李老师。啊，李老师识货啊，一看这个本子无量欢喜，再看看前篇的序文，老师写的啊，没关系，是他的老师啊，特别亲切，就在台湾复印了啊，重新排版，未成书局啊，第一次大概印1000册啊，第二次重新做版，字数小了，啊，成本就低了。我不知道印多少，可能印2-3千本。啊，以后遇到障碍了，李老师也无可奈何。啊，幸亏好他讲了一遍。就不敢再讲第二遍了。啊，批评的人、反对的人很多。啊，为什么反对呢？居士会记得，不服啊！啊，老师把他的讲义，他那个讲义。就写在经本上，毛笔写的。那个时候李老师60多岁，不到70岁。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刚好70岁。啊，应该是我刚刚接触佛法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26岁。应该是那个时候他在台中讲这部经。我认识他的时候31岁。藏语自古以来就有。连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外面有六识外道障碍他，里面有六群比丘不听话的学生，专门捣乱的学生。所以和合僧团不容易啊。世尊当年在世，他的僧团也不和合啊。你就知道多难。难能可贵。难我们能做到，这就可贵。和太重要了。世尊提出六和，人做到六和，别人不跟我和，我跟他和。我们自己也做到。见佛同解，我跟佛同解，知道一切法梦幻泡影，知道性空相有，有是幻有，空是真空。这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可从自性空中变现出来的，不是真的。我们今天对这个环境不知道，迷了，完全是错觉。就是说一切人事物你看错了，你想错了，所以你就造错了，造错就造错业，这造错了有果报啊！善心善行就三善道果报，恶念恶行就三恶道的果报，全是自作自受啊，根本没这回事情啊！你自己执着，它就有。你不执着，他就没有。我早年听朱建州老居士告诉我一段事情。这个事情不是假的，不是编出来编造的。他的岳父章太炎先生曾经做过东岳大帝判官，时间不长，一个多月，应该是代理。判官的地位很高，东岳大帝管六个省，大鬼王。判官就好比秘书长一样，地位很高。他知道地狱里头有炮烙，炮烙是柱子，铜柱烧红了，让这个罪人去报。那一报，那就跟烧烤一样嘛，人整个身体皮肉全部都烂了。章太炎是个学佛的，心地慈悲，说这种刑法太残酷了，不人道。能不能把这个
炮烙刑法废除。啊，东岳大帝听了，就派两个小鬼带他到刑场里面去参观。啊，小鬼带他到那个地方了，告诉他到了，他看不见，才恍然大悟，这是自己业力变现的，你没有这个罪业，你就见不到，就像做梦一样，地狱境界，梦中境界一样，不是真的啊，所以才晓得地狱不是东岳大帝做的，也不是阎罗王做的，真的叫自作自受啊！啊，这才真正把佛在经上讲的东西明白了。啊，谁造的？自己造的，自己造自己的受。啊，所以经上讲啊，阎罗王跟罪人讲，啊，我不能加一点罪跟你说，他没有这个能力。你受所受的全是你自己造的，啊，但是怎样能够灭罪呢？忏悔，人只要一忏悔，一认错，地狱就出来了。啊，可是很多人在受那个苦难的时候，他把忏悔忘掉了。啊，也没有人提醒他，忘掉了。啊，他都要受苦。啊，什么时候出来？罪报报的差不多了，头脑比较清醒了，啊，地藏菩萨在地狱里教化众生了，啊，他就能听到，能听到，他就能觉悟，就能忏悔，啊，就能早一天离开地狱。啊，这是忏悔功德不可思议。造作极重罪业的人，临命终须忏悔，等往生。我们只看到他这一生，过去生没看到。啊，发现这个人往生品位很高，造这么重的罪业，为什么还有这么高的品位往生？啊，仔细一看，他前世修的善因多啊，这一世啊没有遇到善缘的，前世他是个善人呐，是个学佛的人呐，累积了不少功德了。啊，即使是福德，都能帮助你往生。啊，忏悔这个法门，所有宗教都提倡，所有宗教都要求人忏悔一场。啊，人忏悔，洗心革面。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为圣，全靠忏悔。啊，普贤十愿，第四愿就是忏悔门呐。第一愿礼敬，第二愿称赞。
啊，礼敬平等的，赞叹一定赞善不赞恶。第三讲供养就是布施啊，啊，第四就忏悔，这个布施包括这的六度，六种都是布施啊。你看持戒是布施，那布施做好榜样给别人看。这就是布施啊，为别人不是为自己，忍辱也做样子给人看啊，精进禅定般若通通在这一个布施里头。所以布施有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持戒是无为布施，忍辱也是无为布施啊，因为你能忍辱，别人得罪你，他心里安，不害怕。为什么？你不会报复他，你能够原谅他啊，他不害怕了。不能忍的人决定要报复啊，啊，那个东西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再害怕啊，精进禅定般若都是法布施啊，所以普贤行愿品里头第三愿广修供养就是菩萨六波罗蜜啊，这后面忏出业障啊，所以这些都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是行菩萨道，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菩萨行的。如是真实啊，这就菩萨了。能行菩萨道，能行菩萨行的人就是菩萨啊，这些菩萨智慧愿啊，学佛的人至少他也念过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总愿呐。四十八愿是别愿，啊，总愿全包括一切佛菩萨的别愿，也就是一切愿都离不开这个四愿，这个四愿是总纲领。所以志愿双倍啊，有智慧，有宏愿啊，自度度他的愿，皆行皆具有。行是正干，皆是明了啊，我为什么这样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故戒具足功德之本啊，这是功德啊，具具有住功德本，指一切功德之本源本。就是信德，信德里头的第一德就是慈悲啊，真诚慈悲也
这是一切功德之本。圣曼经宝库曰：德者德也。古时候这两个字通用。德就是你真正所得到的，修功所得，故名功德。你比如修布施，修布施的功德是什么？坚定心断掉了，这是功德。附带的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一布施的健康长寿，这些都从事上说的，这不是德，这是什么？这是果，因跟果。功德比果超胜，这个果是你以前得了的享受。如果我修行是修功德，我不是心里头没有这些果报，那全是功德。果报有没有？果报还是有，不但有，更殊胜。那这个果报拿来干什么呢？肯定拿去帮助众生的。这个道理要懂啊。你帮助众生的事业越做越大。我们眼前看到的齐素贫是个例子。你看看二三十年之前，他在东天目山孤家寡人一个。人家都让叫他说是叫娃子，没人瞧得起他。他发了个愿心，要把韦陀菩萨道场恢复，得菩萨加持自己真肯修六波罗蜜。这个人在未来佛教史里头有他一篇。这是世间法。他将来决定往生极乐世界。我们怎么知道？你看东天目山每一年往生的人多少？这就是他的功德，帮助两个人往生，那个功德就不得了了。帮助十几个人往生，那你就是菩萨了。大慈菩萨告诉我，能帮助一万个人往生，你就是阿弥陀佛。他建的是道场，专修净土。专念弥陀，不管这些人有没有成就，这些人念佛就不得了。这些理跟思我们都要懂，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这一次到这个人间来，我应该怎么做法。
啊，怎样真正帮助别人又帮助自己啊。那么今天佛法之衰，衰在哪里？没人讲经了。我初学佛的时候，在台北，台北能讲经的法师大概还有十几个。啊，都有一点名气，但是什么？他们不常讲啊。啊，一年能讲三四个月，那就很难得了。啊，不常讲。啊，台湾寺院有讲解。上台北上道寺，每年讲经两次，一次一个星期。啊，我还去讲过。啊，大概讲经的时间，一部经不会超过一个月的，常年讲经的没有。台中李老师常年讲经，一个星期讲一天，一年讲45天，啊，45个星期，啊，过年放假，啊，不是天天在讲啊，啊，天天讲经的大概就是佛学院。在台湾佛学院有好几家，啊，佛学院大概规模最大的是佛光山，啊，佛学院里的学的东西太杂了，不专。啊，所以很难成就。啊，3年毕业，4年毕业。啊，如果3年、4年学一门，那他就有根底，会有成就。啊，学太多了不行。啊，我们有这么一点成就，在台中跟李老师，李老师是主张。一门深入，尝试选修。啊，他不允许你同时学两门东西。我们得一点好处，得一点利益了，在台中学的。啊，只有一样东西，一门深入，这才能扎根。啊，我们的根扎得不结实。啊，为什么呢？儒释道的3个根没有真认真扎。小时候沾一点边，毕竟年岁太小了。啊，长大之后慢慢的忘掉了。啊，学佛之后。才知道过去小时候那个根，那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再继续了。啊，随着根底没有古大德那么深厚啊。啊，我们跟印光法师比，都望尘莫及。啊，印光法师，那是我们祖父辈的了。那个时候人根底都很厚，通通都读死书的。
啊，我这样的年龄还看到有四书，但是两年就没有了。政府在乡下办短期学校，两年，啊，短期学校，啊，取代了私塾，有私塾就没有了，啊，所以还看见过，啊，还进过私塾的门，了解私塾是什么样子。这个一切功德本源啊，我们把它认清楚。下面的解释：本者本源，本源者众生本具之佛性。这说得好啊，这才叫真正的本源。圆觉经云：“本源清净大圆净。”大圆净是智慧，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啊，这是什么人？这是明心见性的菩萨。为本愿清净，如大圆净，培修圆觉六书续缘。唐朝人，圆觉经六书，是华严宗第四代、第五代祖宗密大师的著作。啊，宗密大师在圆觉经上下了很大功夫。有圆觉经大疏，圆觉经六疏，都是他的注解。是众生之本源，故名心地也。又本者，本即法性之离体，为法之根本穷极，故曰本即。即就是源头，啊，今天科学家讲的原点，跟这个意思很近，啊，一切法的源头都是自性。法性就是自性，啊，所以法性之离体，为法的根本穷极。一切法，所以任何一切法都能明心见性。啊，为什么呢？根本穷极是一，不是二。啊，就好像圆，一个圆，圆心。啊，圆心这一点，这个圆的外面面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通到圆心。啊，只要你方向没错，啊，都能达到圆心。达到圆心呢，就一切全通达了。啊，这个圆面上任何一点跟它都直接相应。
这是说法法平等，无有高下。那这本纪啊，法华玄义曰：本即法身，微妙甚深，说由上可见，本者众生之本性也，实即离体也，本即法身也，一切真如实相也。这些话统统说的一桩事情，是我们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本心就是佛心，就是佛心啊，就是真心啊，就是实际离体，万事万物的实际离体，叫本即法身啊，也就是般若经上常说的真如实相。具诸功德本者啊，穷尽心源，安住法身，入住实相也。这就是成佛了，如来的境界啊。修行为什么叫你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就能够穷尽心源，啊，科学家也走这个路子，但是用心不一样。德国科学家普朗克一生研究物质，啊，物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看，一门深入，每一天在钻研，最后真的被他发现。啊，所以他的报告是根据他的研究，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意念波动现象产生的幻象，所有物质的基础是意念。这是他一生把物质这个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物质是念头变出来的，那念头又是什么东西呢？到现在还没搞清楚。念头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念头？这是科学上大难题啊！啊，科学家发现了念头，突然蹦出来了，没有原因，但是他这一蹦出来立刻就消失了，这个现象他看到了。那么这种现象楞严经上说了，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你看现在科学家发现佛两三千年就讲出来，当初出生随处灭尽，我们也不懂啊，
怎么出生，怎么灭尽呢？啊，也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个念头，念头出生，念头灭了，念头存在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换一句话说，一秒钟里头已经有1600兆的念头发生了，起生灭故。这也是当初出生的，随处灭尽的。啊，物质现象也不例外。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现象，其实就是这些意念、物质相思相续相，啊，绝对不是真实的。啊，刹那生灭了。啊，佛菩萨了解真相，所以对这一些现象，他欣赏，他随缘，他绝不执着，啊，绝不起心动念，所以他的心常住真心，如如不动。啊，这些事实真相，他才能看得清楚啊，看得明白。那是心在定中啊，不是常说吗？拔地以上都能见到啊，拔地以上这个定功深了，甚深禅定啊，见到甚深的奥秘，宇宙的缘起。啊，我们这个人物质现象跟山河大地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直一切物质现象没有两样啊。啊，细胞跟所有动物的细胞没有两样，再分成原子，跟所有一切物质里头的原子也没两样。我们只认定啊，这个肉体这一块，这些细胞认为是自己身体啊，其他的都不是啊，殊不知全是阿赖耶的相分。我们取阿赖耶相分一点点做身体，取阿赖耶的见分的一点点是我们的念头啊，我们念头跟物质现象全是阿赖耶里头的一点点，而不知道整个阿赖耶是自己。不了解事实真相，产生许许多多的误会。啊，在这里分次分他，这麻烦来了。啊，这就制造轮回。啊，制造轮回就是制造苦难，这不叫自作自受吗？啊，菩萨智慧，穷尽心源，他明白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搞清楚了，安住法身。这个法身没有相，这个法身就是常寂光，这个法身就是自性，就法身无相。啊，常寂光净土。法身无不相，无不相
它能现象，它确实是无相，能现一切相。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他真搞明白了，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是自信所生。离开自信，没有一法可得了。如诸法实相，入这个境界了。这就是法身菩萨。下面为我们解释菩提。菩提者，安乐极乐。菩提者，乃无上佛道之名。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换一句话说，觉悟是我们自性里的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真实智慧不是从外头学来的。自性本有。修甚菩提恨者，甚是殊胜。殊胜的菩提心，是化身菩萨了。修习殊胜无上佛道之心，与上一句连起了读，再从根本之而差别之，从文殊之大智而起普贤之大心，而普贤大师之德端在道归极乐。这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从根本智，根本智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根本智是无智，厚德智是无所不智。这个差别是根本智是什么呢？根本智是定啊。心住在定中与一切法看破了。的根本质，在一切法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要去问他，向他请教，他给你说明，无所不知，那叫差别知。那么我们就懂得了，佛法修学的是根本质。根本智是真实智慧，我们现在人学习的是知识，是差别智，不是根本智。差别智修多少你就知道多少，没有修的你不知道。根本智不一样，根本智一得到之后，所有一切差别现象全知道，他不学都知道。为什么？他从根本上来的，都是自性变现的，见性哪有不知道的道理？怎么知道？他见到了，他听到了，他接触到了，
阿赖耶的三细相，他在定中接触到，比科学家用数学用仪器去观察还要清楚。你那些观察还有没有观察到的地方？而佛菩萨在定中是面面都见到。又何况这些无量无边这些智慧，加利亚获得之，都不离自性呐。所有的现象都不离自性。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是从自性生的。代表自性本具般若智慧的是文殊菩萨。他代表。代表菩萨道、菩萨行的是普贤菩萨。我们从菩萨德号上去看，它表法的意思，普是普遍，这个地方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有分别有执着就不普了。先是神仙，菩萨的心愿，希望一切众生都成圣贤，这就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一切众生都能成圣成贤呢？断哉道归极乐，他的方法就是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十大愿望里的第一个，离经诸佛啊，让我们修，把自性里面真诚恭敬修出来，对待一切众生，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天地万物，都用真诚恭敬。这是普贤菩萨第一个愿呢，他做到了。十愿就是普贤，普贤就是十愿。第二个大愿，称赞如来。你看他用的这个名词，第一句是用祝福，离境祝福，第二句呢称赞如来，不是祝福，换了名字，这什么意思？祝佛跟如来意思不一样。祝佛是从相上讲的，从相上讲，通通要敬，平等的礼敬。如来是从性上讲的，这就有分别了，与性德相应的称赞，与性德不相应的不称赞。从哪里看到呢？从五十三参看到了。五十三参里头有三个人代表贪嗔痴，
啊，贪嗔痴是违背心得的。啊，善财童子参访这三个人，有礼敬，没有赞叹。这个意思很深呐、啊！啊，称赞呢、啊，是这个人善人善事啊，称赞他；不是善人善事，不能称赞。那称赞别人都向他学，那不都学坏了？啊，称赞的一定是好人好事。啊，是有标准的。啊，不像礼敬，礼敬不设标准，平等礼敬。啊，善人对他礼敬，恶人对他还是礼敬，啊，礼敬没有分别。啊，称赞就不一样了。啊，决定没有毁谤别人。啊，自己赞叹自己，回谤别人，自赞回他，是菩萨的大戒呀。菩萨戒里的重戒，这个罪很重啊！啊，赞叹自己，回谤别人，那么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有几个人不赞叹自己，有几个人不回报别人，啊，人人都自赞回他，社会就乱了。社会乱还不要紧啊，社会乱引发我们居住的地球灾难就频发了。自己受苦也叫大家受苦，这个责任谁去承担？啊，这个责任是因果的责任。啊，所以佛制定的戒律啊，不许菩萨自赞回他。我们中国古时候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祸福无门，为人自找啊！啊，又说，病从口入，吃东西不小心得病啊；祸从口出，祸什么？得罪人呢？你回报别人，人家记在心上。你今天有势力，他待奈何不了你。到你势力减退了，福报享尽了，他来报仇，麻烦大了。啊，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了，啊，念佛同修，啊，在现代，在中国，在外国，常常看到有附体的，附体什么？多半的来报仇的，啊，看到他现在学佛了，修行了。那来什么？来讨债的。
啊，你把你的修行功德回向给他，啊，等于还债。啊，他多数都能接受，原谅你，不找麻烦了，他离开你了。啊，我们看到太多，所以人在世间，第一桩大事不能跟众生结怨仇，蚊虫蚂蚁都不可以，都不能伤害他，花草树木也不可以随便伤害，它有灵气。连所有的物质，要注意板凳，它有灵气。啊，书本有灵气。啊，茶杯水瓶有灵气。样样都有。啊，美国的修兰波斯到我这儿参观，告诉我，啊，不但是摆设东西，他告诉我们是墙壁、天花板、地板，通通都有灵气。啊，他比我们看得细。啊，他凭什么来治病？爱心。真诚的爱心，我相信。为什么真诚的爱心是信德？万物是信德的流露，用真诚爱心来对待。对了，啊，真诚的爱心是自信的核心。是整个宇宙的核心。啊，修行，真正修行人只要抓到这一点就行了。啊，中国古人说了一句话，说舍得一，这是佛门的话。啊，你认识一，万事比就圆满。什么的？这一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古人讲诚字，啊，我只要一个字，这一个字能够让我一生都得到幸福。这一个字是什么字？诚。啊，江一慈老师，过去我们在一起学习，啊，向李老师请教，老师给他写一个字，写在他手心上，很有味道啊。手撑出来，写个橙子，把他手捂起来。你抓到这个橙子，你一生就成功了，很有味道。啊，他一生都不会忘记啊！啊，我学教，老师说教不容易啊，要通达事出世间法，你才能讲经说法。啊，你要不通达，你讲什么？那说通达难了。世间法不要讲多吧，一苦一步，四苦全书，能通吗？啊，佛法不说别的，大藏经能通吗？
大藏经四库全书不能通，你讲什么？用什么方法通呢？念不可能。四库全书你天天念，一天念八个小时，从你出生就开始念，念到100岁还没念完，这真的不是假的，它有那么大的分量啊！啊，通通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得另想办法，叫通，感通。这老师教给我的，啊，老师给我4个字：用感通感应。拿什么来感应？尘，还是这个字。啊，尘上面再加个字，至诚，真诚到极处，你就通了。啊，我这一生就得力老师这一句话，没有别的，就是用至诚心的去干。啊，才能看到这个经里面字字句句有无量意义。啊，这是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教给我们的方法。啊，真诚到极处就通。那我们不通的时候，心不诚，心有妄念，心有杂念，心有邪思，那就不通了。啊，由此可知，这个真诚多重要啊！我讲菩提心，菩提心的体就是真诚啊！菩提心的作用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啊！真心对自己起什么作用？清净、平等、觉悟，起这个作用。对待别人呢，慈悲啊，这我在美国时候说的，用了10个字啊，也是讲无量寿经啊，自受用清净平等觉，他受用大慈大悲，体是真诚。啊，至诚心呐、啊，这就是修菩萨道，行菩萨心。那菩提心呢、啊？菩提心要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真发菩提心啊，念念呢想别人呢，别想自己。为什么？自他是一体啊，想自己自私自利，障碍重重，想别人所有障碍都破掉了啊，没有了真正肯定，变法界、虚空界跟我自己是一体，这叫伦理，佛法的伦理。啊，整个宇宙跟自己一体，一个自信变的，自信就是自己。
啊，自信为什么会变这么多人？我们这些人相处为什么之间不易，常常闹意见？啊，这是迷了自信的，悟了就没死啊，迷了啊。啊，所以经中有比喻，把自信比喻作大海，这比喻好啊。啊，大海是自信，谁有个大海？那每个人呢？每个人是大海里起的水泡。啊，每个水泡他都认为自己，认为他自己跟别的水泡就啊，就起冲突了，就对立了。等到哪一天修行觉悟了，哦，这个不是自己，啊，这水泡破了，才晓得原来大海是自己，大海里所有的水泡全是自己。觉悟的人看的，那在水泡里的人，他不承认。啊，认为只有他自己是大海，从大海生的，别的水泡他不承认。这叫迷也，迷而不觉。啊，所以普贤菩萨的大德，就是真正的将十大愿望兑现了。大乘教里的佛说，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这个意思里头有秘意，有秘密在里头。秘密是什么呢？道归极乐。很多人看不出来。啊，为什么说是这是秘密呢？这一部经第二品里头品题贤供尊修普贤菩萨之德，这经文呐、啊。普贤菩萨代表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就是普贤菩萨十愿，浓缩在十愿里头，十愿展开就是四十八愿。啊，十愿里头，前期十愿，后面三愿是回向，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回向世界。这是一二三，三二一。啊，说明念念为求无上菩提，念念为度一切众生，啊，念念呢回归实际，这实际就是常寂光。受记，从佛受，当来必当作佛之记。啊，等于说，佛预先告诉你，你将来什么时候成佛？啊，佛的号是什么？
在什么地方成佛度众生啊，预先告诉你，这叫受记啊，因具上述之智慧，誓愿于诸妙显，故必得佛之受记，而圆满佛果，故曰受记当作佛了。啊，受记是告诉你，你将来会做佛，跟诸佛如来一样。啊，普度众生。那么净土宗的受记又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凡是跟阿弥陀佛有关系的人，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在极乐世界修行圆满了，成佛了，无论在哪一方世界去做佛，那个世界都跟极乐世界一样啊，所成的佛跟阿弥陀佛相同怎么知道？我们在前面看到阿舍王子那瓶经不长啊，阿舍王子听释迦牟尼佛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非常欢喜啊，心里头都发愿，我将来做佛，希望跟阿弥陀佛一样。释迦牟尼佛给他们受记，肯定如实嘛？啊，你跟什么人学的嘛？跟阿弥陀佛学的，那不就跟阿弥陀佛一样吗？将来做佛也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真真不可思议啊，我们把这个理跟思搞清楚搞明白了，非常值得安慰啊，值得庆幸。我们修的行不是普通行啊，普贤行啊，四十八愿太多了记不住不要紧，普贤菩萨十愿不难，很容易记得，普贤十愿展开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愿愿都跟普贤十愿相应啊，这个法门确实不可思议啊，确实无比殊胜啊，啊，所以这个受记这一条里头后头一句话圆满佛果啊，圆满佛果，这个佛是阿弥陀佛
这个果是极乐世界啊，故曰受记当作佛。这是这里头的别义。静言素月举笔致行，记笔成佛。啊，静言素里头说得很简单。啊，但是非常扼要。讲到智慧，讲到菩萨心，啊，学人，也可以说我们现在真正认识、明白了，一心发心呢，求净土，真心。真愿老实念佛啊，经上教给我们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啊，一个方向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外缘放下。啊，我们这30多年啊，提出这五个科目，五个科目好记不难啊。当年我在美国提出这五个，印海法师看了非常欢喜，这真的简单好记，容易做。啊，净宗学人第一个，我们遵守指导的原则就是净业三福，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从这里扎根。啊，受持三规，居足中戒。不犯威仪，这是最高指导原则啊！三规啊，三规绝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你看，绝真净，绝真净的人生多幸福，多美满。啊，都在自己的心嘛，自己做自己受嘛。啊，迷邪然，那就是凡夫；觉真净就是菩萨。啊，我们怎么落实？在生活上，六合，头一个讲六合，第二个讲三学。一戒定慧啊，戒定慧就是经律论啊，经以无量寿经，那戒呢，无量寿经32到37品就讲戒啊，十善十戒弟子规十戒，感应篇十戒，啊，沙弥十戒十戒，做得这行了，够用了，啊，定就定在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上，会。我通通了解，通通明白了。啊，我能够随缘度日，
啊，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好啊，啊，我们的科目就是这样。你看，三福，今夜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誓愿。啊，容易记呀、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拿这个来对照。今天大乘经就这一部《无量寿经》，就这一部黄念老的注解，注得太好了！啊，集注啊，注解的集大成呐、啊！啊，真真不可思议！弥陀此偈中首二句是志愿，中间三句是所修的圣贤，末后一句受己成佛，是所感之妙果。啊，你看这一共六句，六句真的是无量意啊。啊，就是812遍的经文，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